我开始哎，开始哦。好，哎，熊哥，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约你来吗？听说吃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东西。完全不知道，对，因为每天来拍美食，现在就帮你准备了一个神秘的东西，等于说要让你盲猜。这边有一个盘子，嗯啊，然后东西在先闻闻看，烤肉，闻起来像烤肉味呢，好像是肉味。那你要不要 touch 一下？如果我能看得见，该不会是面包皮吧？这个形状像个什么饼还是皮吧？凉凉，油油，有硬的哦，确实烤得很脆哦。这应该是披萨吧？因为旁边硬，中间软，然后是三角形。你吃另外一边。薄片披萨。猜一下，你觉得里面有什么？好像是软骨哎，鸡软骨吗？鸡软骨。鸡皮吗？我妈有感觉吗？很恐怖哦。该不会是鸡屎吧？好吃吗？这地方就怪怪的，有点像麻糬的口感。给胡辣吗？那你觉得如果以港式料理的话，觉得像什么？水晶饺。最后再跟你讲。叉烧包吗？还有里面还有这个？现在这个放下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不一样的料吗？一样。这比较软，我这样摸是不是很猥亵？蛮软的啊，马蹄条吗？鸡软骨应该是的，还是那个三角骨？通常是要鸡脚，那你刚刚那个动物讲对了，长鸡爪、凤爪的口感 ，Q Q 的，然后有皮的感觉，然后又有筋，那应该是凤爪，应该是这个碰碰比较难，这应该是 B 罩杯，没有了没有，烧麦，我还是觉得它是包子类的，饺包子跟饺子类的，所以那你觉得你这样吃下来你觉得好吃吗？味道可以接受，嗯，但是它那个软软的。吃起来有点恶心，所以这个组合你喜欢吗？单独分开是喜欢了，但这样合在一起就好像也可以了，可以接受。那我可以打开看的吗？你要先吃完。我要先吃完。披萨你猜对的。嗨，欸，这是麻吉，黑黑是凤爪，那个到底什么？你看不出来。我看不出来啊，河本煎什么肠啊？粉肠啊，对，粉肠。这是新口味哦，万圣节的新口味，没有到怪，但是就是那个软软的口感，再加上那个凤爪合在一起，会觉得诡异。如果他今天把粉肠拿走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、很清楚这一个披萨的料理的味道。可是因为他加的这个粉肠，会觉得怪怪的。又或是说把凤爪拿走，甚至粉肠里面加了虾仁啊，加了什么腊肉啊，我觉得都还算蛮合。谢，今天是吃这个必胜客。哈哈的新品，恭喜猜对了其中一个，当、yeah。